要数三二，不是三呐、啊，要一百九十九、九十八、九十七。哇，没有打到，哇，他睡着了，他赢了，你没有打到他。可是我用脚比踢呀、啊。嗯，他赢了。他不会动。他是坏人，你没有打到他就赢。哇，被打倒了。哇。我很用力打。哇，那个枪好像很强哎、欸。对呀、啊，很。上面还有一只飞弹，啊，你放屁了。不结果无心意不战斗陀螺就要看放屁，然后就飞到外太空，然后点一个火就砰，这变成屁屁超人。那换我射击了吗？还没，还没哦，还要一百年哦。没有啊，不可以对着人吗？这个哦，你对着人，我拿去丢掉了。那对着人很危险哦。没有瞄准的。嗯，你要看飞弹那边，对，看飞弹要瞄准它，对。你这样子有瞄准到它吗？飞弹是可以打败他人家的。好，坏人摸到这里，然后先进来，然后他再跑掉。我、哦，哇、啊，打到他的小鸟了。打到他的小鸟，这个很好玩嘛？对啊，比战斗陀螺还好玩嘛？对啊，这还可以发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如果掉到椅子下面就找不到了，所以要在上面玩。这个炮弹只有三个哦，你要好好收好，不然下次找不到炮弹。没有啊，只有三个啊。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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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！跑跑板。战斗陀螺就，哎呦，你这样会射到自己哦。射到自己会很痛，到时候你就笑不出来了。你就妈妈很痛。哇，小便球。啊、连他也笑倒了。我说你怎么用小便球？因为你没有压到底，那个球没有压到底。躲起来，有坏人在那边。哇，要躲起来，要准备发射了吗？等一下再去射他。哦。我要帮助你好吗？好，不要用小便球哦。小便球会跑到椅子下面去，让我拿不到哦。小便球。对呀、啊。哇，他有看到你了吗？有。准备要攻击。那边。哦，他在那边，准备要攻击了。发射。看不清楚，要过去。看不清楚，准备攻击坏人。啊！成功耶！ Yeah! 您真是。你真是无敌超人，是妈妈。哦，等下捡起来，那个踩到等下会跌倒，放里面。耶、yeah. 。